虎。受伤了怎么办？我受伤了，我的脚脚不能跑不跳。宝贝，你要保护你的脚，平平复复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肚子咕咕叫，我喜欢动脑。宝贝，我猜你是饿坏了。吃点东西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脸在发烧，刺痛受不了。宝贝，别在太阳底下找，涂涂防晒就会好。我怎么了？鼻子臭臭，真的太糟糕。宝贝，鼻子流血不要闹，压住止血最重要。真的太糟糕，一定要把医生叫。快来订阅我们吧。